那你地盘加工类的，加工类的在这里掉落了。哎，那所以我们其实是附近生怪压制压的可以了呢，那我们就去打怪吧，出发去地狱喽。可是视野距离二打地狱很恐怖。欸，我很期待他们被僵尸入侵欸，这样我就可以半价买东西，是半价欸，买东西有折扣欸。他如果买东西折扣是永久折扣吗？还是就只是感谢你一下下之后就不给你折扣了？剩90发，还是我去射手播如何？今天的影片射手播，我可以改成首播啊。上桌，他指的是生成几率是附近吧？我看一下哦，现在我是附近20只嘛，显示设定。有啦，他怪都生在这边了欸。吧，我不知道欸，是吗？看不见，跨吧，好恐怖哦，这是恐怖游戏吗？那怪太多了吧，哪会影响啊，天哪、啊。知道玩多人会影响啊，因为之前在哈记的空岛伺服器盖神怪塔，效率就真的超低的，因为每个人都盖一样的东西，然后怪都囤在，好，每个人那边都有5只怪囤着好了，那有20座岛，所以有100只怪在这个世界上，所以囤那个怪就超低。我觉得麦块的射手播都不错，我短时间内都只剩麦块影片可以剪的，没有其他影片剪。好，我去射手播。哎呦哎，真的感谢你跟我讲，我真的很对不起你，还质疑你。没有，因为真的听太多都是说从别人那边听的，然后又一大堆那种我不知道哎，都从别人那边看到的、听到的、讲听来的。然后那时候真的听太多，就听到对这种话会很反感。看一下喔，因为今天其实这一集开车成分很多啦，因为有 Bobo 在，又有我在，有 Bobo 加我的场合就很恐怖嘛。
那还有哈基在略过。首播，储存，好了，来吧。哇哇哇哇哇！这样子凋零好会生哦，我的天哪，是我的幻觉吗？欸，应该不是我的幻觉吧，我觉得凋零生了很多欸。来喝个抗火药水。还想画那个，你知道很好笑，就是头文字 D 的，就是我的人设嘛，然后画脸就是画成那个从头文字 D 的脸，然后就是我啊、哈基啊、波波啊那种，有没有？还是附近有生怪，掉落物啊，还是要再低一点点。嗯，我看一下哦，感觉是物件欸，那边会生怪啊，这样就没有了，这样就有13，到底是什么鬼啊？我要看那边有什么生物欸。5 4 5 13 12 14 14，那边是有什么吗？啊，怎么都是你们？哇，你这么会射哦、喔！没有，反正就是头文字 D 的人物的脸，就这样子而已。他们就是开车很厉害的人啊。骷髅咔咔声。刷生怪钻都要这样刷了，好棒哦！回不去了哎、欸，好棒哦！
我要把这份消息告诉 Amigo 那边的人。哇，没想到回来玩个生存，可以重新学到这么多东西。麦块真是太神奇了。剩三分钟，欸，我问你哦，你是看谁的影片啊？国外的吗？国内现在好少这种有学习相的影片哦。撒回！掉！我只是存个东西耶。会死啊！没事，我太大惊小怪了，没事。太久没看到这种场面了，所以吓了一跳。什么叫我背后有怪？小心我背后！你在讲什么鬼话？我跟你讲，如果你在七月跟我讲这种话，我一定先把你ban掉。你调多少啊？不是，我会吓死。我觉得这种话不要乱讲会比较好啊。等一下，炸他好。又捡到了，我的药看不到啊。
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如果看到超近，结果还是看不到，我一定很想笑。显示设定，看到你喽。显示设定。病态，你只给打，怎么不彩蛋？哎、欸，靠边啊！蛋爆了哎、欸！海龟蛋被炸爆了。去拿海龟蛋，海龟蛋被打爆啦啦啦啦啦！哦，没库存，没海龟蛋，我顺便带一些回去吧。才被口水呛到，这个生存1.16会啊，一定会啊，只是猪布里那些东西要再另外找。我会想盖那个猪人塔，就是因为我要去跟猪布里交换东西啊。只是先让我研究，要让我先研究怎么穿基岩。哇、wow、哦！需要喝力量药水了，抗火，我带过去好了。天哪，爆了欸！
海龟蛋。你在自言自语什么？你这样子，我很想让你去冷静一下哦。那个夜灯东，讲话注意言辞哦。你在欧北恭维，我就让你去冷静了哦。那个靠腰87，耐久度87。前几天不是，昨天才有人说什么发薯条送人还是什么的，你看听到了没？他只是刚好在没开台的时候狂叫而已。叽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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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维基竟然有教人如何破坏纪元呢？有啊，也有 YT 也有影片教啊。只是我说那个影片，我稍早去查，就那影片盖了2分多钟，在盖什么东西，拆了又盖好又拆，盖好又拆，感觉就是盖错啊。这里。好，我们把海龟蛋存起来。这里啦，没事就好了。抗火药水喝下去，力量药水喝下去。他怎么力量药水还是没什么用啊？你到绿布斯克西吗？力量药水是不是nerf了啊？感觉做没有用哎。阿弥陀，FB 可以ban人啊，我可以让他冷静3分钟、6分钟，或是永ban啊。那这时候丢伤害药水一定很好玩。设定
这什么？好爽啊、喔！什么辣？需要力量药水了、欸、欸、这一场打了五颗头、欸、我的天哪、啊、这一波啦不是这一场啊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发现新天地就是，这游戏可以多玩一天了。只是史莱姆跟龙岩史莱姆跟烈焰神真的很麻烦哦。大小便，那什么耐久丢掉，丢掉，丢掉。好，我们继续显示设定。哦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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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哎呦，史莱姆很烦呢、欸。那边还有啦，我真不想打他们呢、欸，烦死了。驱虫，好，我就不打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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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打。
你可以每四个放一个半砖，就不是史莱姆了。我这样不是会影响到那个吗？影响凋零生成吗？好烦哦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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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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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会烫啦，会烫啦！弄尖刺，我有尖刺啊，只是还没全身尖刺而已。